乔治今天准备挑战自己给自己剃头，然后首先看这个推子，这里是6毫米，这里是9毫米，那么我选择的是3毫米，OK，把它装上去，然后好像呜这样就可以剃了，啊，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吧。我们先尝试一下啊！我操，好像有点痛，这怎么办？我们先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先揪一丢丢起来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这头发就没了吗？3毫米好像有点短哦，我操，我操，我操！牛逼！这怎么停呢？这要是推的不一样长怎么办？哇！哇！这就是我未来的样子吗？哇！牛逼！我操！牛逼呀！我操！哇！我操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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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卡住了！哇，头上有点冷。我操！我这不会秃了吧？哇！我操！哇，amazing！哇，好痛！我操，amazing！接下来怎么吐呢？我们先把这边剃完好吧。我这看不见呢。哇！哇，好多头发！会不会把自己？我现在不知道我后面是什么情况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
为什么我这一截头发剃不掉？有没有那种托尼老师的感觉啊？我感觉自己还是很娴熟的。你说这一直推会不会推秃啊？有没有这样子吹头发的呀？哦，哇，我感觉凉快了好多。我们退一半哦，退一半，只退一半。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好像刮到头皮了。怎么样？哦，这里还有这么一揪揪。这一揪揪剃不掉怎么办？啊，同志们，这把我耳朵刮掉了怎么办？啊，这把我耳朵刮掉了怎么办？刮的，我感觉还行吧。啊啊啊！这后面怎么样，同志们？啊！哇，精神帅小伙。那以后我是不是不用给理发钱了？推的人，回，我操！可以看到上面沾满了我的小头发。哇，其实还是很挺帅的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感觉没秃没秃啊，还是有很多头发的。我操，感觉自己有点小帅。哎呀，感觉自己有点小帅。有点扎手，哇，巨帅！我感觉自己巨帅。这是什么？
脑袋上好像有个包。感觉有一种那种说不出，给大家看一下侧面啊，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这边是飘飘长发，这边哇，清凉，无比清凉的感觉，真是太奇妙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踢这边，有点舍不得。要不我们把这一截头发留下来吧，这边是不是要换只手提啊？我左手不会啊，就是随便剃了。哇，好多头发！哇！哇，我觉得现在巨帅，巨帅！哇，他卡住了，他推不动。我头发。哇，这为什么后面有个狙狙？卡住了，我怎么感觉我脑袋不平呢？完了，我这样洗头还用洗发水吗？卡住了，我感觉好像应该是，哦，这里还有一丢丢。有点帅，讲道理有点帅。哇，有点巨帅。想不到我有生之年还能自己给自己剃头。这个后面的这里怎么办啊，同志们？
我感觉好像沉到哦这里。我操！哇！我这手艺，哇，巨帅，巨帅！我感觉这里是不是要长一点？还需要再推一推吗？我感觉这上面都是头皮的呀，竟然还能剪得动。是不是圆满完成了？全都是满满一道。我能吃个头。大冷大冷天，冷水洗头，确实也冷。我们打算沐浴露，我们洗发膏，洗发膏，我们打算洗发膏洗个头。有泡泡吗？有泡泡吗，兄弟们？好像还是有的。哇哇，这种摸着头皮的感觉，好虚乎！哇哇，我的发际线还不是很高吗？仅仅只是到这里。嗯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怎么样？看起来怎么样？还是蛮成功的吗？后面呢？我后面看不到，感觉还行啊，感觉还行啊。人生第一次给自己剃头，感觉跟外面托尼老师一起剪的差不多。我感觉我手艺比他还好，感觉还行。圆满成功，耶、yeah!